伯父，天朗和青灵是真心相爱的，您就成全他们吧。相爱是他们两个人的事情，你替他们做不了主。那伯父您也一样，也不能替他们决定人生。哎，好了好了，去吧。你要是不改变主意，我还会再来的。这句话，你应该对青灵去说。伯父，你什么意思啊？伯父。 雪晴，你也在。你去吧。伯父，这么着急找我什么事？啊，亚太经贸会议马上要在泰国召开，你代表我去一趟。好啊，什么时候？明天。到时候我让秘书把资料给你，你好好的看一下。怎么？ 这么着急，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本来是我自己要去的，可是这边有更重要的事情，我迫不开心，只能你去了。知道了。董事长找我啊？啊，我告诉你啊，伟翔昨天晚上回来了。他不是出差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哦，美国那边有些事情需要他去做。哎，告诉你个好消息啊，你跟伟翔的婚礼我给你们准备好了，明天就结婚。明明是故意的，对呀，这不是我们达成的共识吗？我们的共识中并不包括只走段天朗啊。我已经决定了，难道你想反悔吗？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结婚应该是正大光明的，并不需要掩人耳目啊。青灵，我不想在你的婚礼上看到天朗来捣乱。 青灵，你跟我说句实话，你是不是后悔了？我没有。那不如我们立刻动身去美国，在美国结婚也一样，这样就可以不折腾、不相干的人了。我只是想让天朗身边的人亲眼看到你结婚了，他们才能死心，他们就会一起去劝天朗。 你是不是对伟翔有什么不满意啊？没有。或者是你为了报复天朗，才决定嫁给伟翔的？不是。遵守承诺很重要，但是婚姻需要真诚，没有真诚的婚姻，那是坟墓。 我想，这一点你是应该清楚的吧，执行长。 你没事吧？没事。要不然我待会儿送你到医院吧。没事没事，就是感觉气闷眩晕，可能是因为天气太热了。我喊我们走。 怎么明天就要结婚了？大哥搞什么名堂？这不是故意要支走天朗吗？可是，天朗现在已经到泰国了。青灵，妈尊重你的意思，你选择什么，我都一定会支持你的。
我和天朗缘分已尽，这都是改变不了的事实。可能这就是命吧。不会的，青灵，一切都还有机会，一定的。主办方邀请我们参加明天的酒会。知道了，累了一天了，你早点休息吧。嗯。姐，怎么了？喂，天朗，怎么才接电话？啊，今天开了一天的会，怎么了？哎呀，不好了，青灵和黄伟翔明天就要结婚了。不是说延期了吗？这一切都是伯父的安排，他故意的支走你，他是怕你在婚礼上捣乱。现在青灵又全盘接受安排，怎么办呢？姐，我明天一早就该回去，这样，你先帮我想办法拖延一下。我知道了，你动作快点。青灵，跟我走吧。去哪儿？不管去哪儿，离开这里就行。可是，别可是了，赶紧走吧，再不走就真的没有机会了。青灵，好，我跟你走。青灵，要去哪儿？对不起，黄先生，我要带青灵走。青灵，你想走吗？青灵，算了，雪晴，我们走吧。不行，不能这样。喂，雪晴。天朗，你到哪儿了？婚礼都快开始了。我马上就到。是我生命的唯一。
心不再孤寂，虔诚的心，紧紧地跟随你一生。没事吧？没事，你没事吧？我没事。这个人怎么开车的？不要命了？算了，别多事，我们走吧。我下车看看。我怀疑他是伯父和黄伟强派来的。我不要再跟你分开了。我们再也不分开了，再也不分开。总经理，我真的不想打扰你们，但是现在情况真的太紧急了，我对不起了。总经理，总经理。一点眼力劲都没有，回去一定找他忧郁。对不起，打扰你们了。明知故犯，罪加一等。不不不，总经理，我是来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婚礼啊取消了。不是取消了，婚礼照常进行，只不过换人了。你在说什么呀？青灵姑娘的婚礼是假的。什么？什么意思？这完全是董事长设的一个局。董事长刚才在我出来的时候让我告诉你们，要让你们看清楚自己，然后呢要让你们懂得为自己和你们身边的人所爱的人负责。哎，他刚才就是这么说的。那你刚才说换人是什么意思啊？现在来不及说，我们得赶紧，要不然吴华，你要不把话给我说清楚，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给开了。黄伟翔他已经，提他干嘛？不提他不行啊，他现在是婚礼主持人。主持谁的婚礼啊？董事长和金厂长。啊？董事长？金厂长？这个真是一出好戏。所以你就答应跟他一起演戏？当然。那对小情人呐，可被你们折腾惨了，还闹抢婚私奔的戏码，你也倒忍心？我这是在教育他们，如果不珍惜的话就会失去。我这是告诉他们怎么做人。走。感谢各位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参加我们的婚礼，谢谢。今天是个双喜临门的好日子，我终于结束了我的单身生活。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也值得我万分的欣喜，那就是我的侄媳妇穆青灵小姐，他研究的针对心脏病的辅助性治疗香水获得了本年度的亚洲香氛大奖。好，是啊。再过几天就是蓝带公司成立十周年的日子，我们将在正泰酒店举办盛大的庆功酒会，欢迎在座的各位到时候一定来参加。一定。
今天这个婚礼真是让人难忘啊。董事长的苦心，孩子们一定会了解的。嗯，哎呀，你们要真的明白，那就好了。其实啊，我在商海打滚了几十年，我不想把财富就这样交到你们手上。财富是来自社会的，我们应该把它归还给社会。我只是希望你们做一个智者，做一个勇者，做一个仁者，这才是我真正想给予你们的。伯父，您说的对，财富是父辈们努力得来的，是社会的，跟我段天朗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我一直生活在你们创造的光环底下，那我相信我这辈子都无法看清楚真实的自己。所以我和青灵决定，我们俩离开华泰国际和蓝带，出去闯一闯。天朗，天朗，你为什么突然间有这种决定？好了好了好了，天朗，你继续说。我是段家的子孙，我相信我自己不会比你们差，也许有一天我也可以像你们一样创造出光环，为其他人照亮前方的路。好好好，这才是我们段家的后代。天朗，走什么样的路，这得靠你们自己去选择。是啊，我们现在还年轻，有无数的可能性。我相信只要我和天朗在一起，不管做什么，我们俩都一定行的。没错。好，天朗，美国的宋医生来电话说你的心脏问题啊，很可能跟起搏器有关，你最好再次接受手术。天朗，你是不是身体又不舒服了呀？没有，别担心。我以前心跳不稳，那是因为跟秦灵的交集，现在心脏起搏器就在我身边，你们就放心吧。天朗，宋医生从来就没有说错过，你还是回美国接受手术，最起码能让我们安心，再这样让青灵安心。是啊，我也希望你回去做手术，只有你健健康康的，我才放心把下半辈子交给你啊。青灵，天朗，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只有你健健康康的，我才不用每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我不会让你担心的，我一定会健康的陪你到老。青灵，有你这个起搏器啊，我就放心把天狼交给你了。来来来，咱们大家喝一杯。来来来，干杯，干杯，干杯。如果你介意我在这儿，我马上走。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刚才睡着了，做了一个梦，是个噩梦，特别可怕。还好你来了，把我叫醒了，谢谢你。其实我也经常做梦，也做噩梦，可是人家告诉我这梦都是假的，你不用害怕。你为什么这么看着我？我们已经很多很多年没见面了。是啊，其实你的样子在我的记忆里都已经模糊了，我好傻，
为了这个模糊的记忆，我恨了你这么多年。我知道你恨我，因为你认定我抢了你的家，认定我抢了你的位置。可这么多年，你这个位子不好坐。我想极力的当好一个后母，我甚至在讨好孩子们，因为我也曾经失去过女儿。我想把所有的爱都给天狼和雪清。虽说我不是他们的亲生母亲，但是我相信爱可以改变一切的。这就是你和我的区别。这么多年你一直在爱，可我呢一直在恨。所以你有那么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而我却进了疯人院。真是老天有眼。不要这样，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就别再想了。苏南啊，你能够接受我的忏悔吗？这是我现在最真实的请求。那么多年了，我把我当妻子的失败，当母亲的失败，把一切的失败都归罪在你的身上。我甚至还颠倒了事实，在一个疯狂的世界里，像恶魔一样的生活。我伤害我自己，伤害所有爱我的人，伤害了青灵。我对不起，我真的错了，我错了。怀平，你能不能帮帮我？你告诉我，我要怎么做才能弥补对青灵的伤害啊？你告诉我。幻平，青灵不是都说了吗？他不恨你。他真是这样好孩子，就跟你一样，又善良又宽容。正华身边有你这样的妻子，我真的特别替他高兴，真的。幻平，我看到你现在这样，我也很高兴。你的病好了，你可以出院了。出院？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们。你现在最该面对的不是别人，是真实的自己。你可以，谢谢你，苏南，真的谢谢你。好，我出院，出院，太好了。怎么坐在外面了？晒着太阳等你。去哪儿了？啊，我去看幻平了。怎么，不让我陪你去？我们谈了很多，他对我这么多年的积怨也算是解开了。他说他对不起我，还说不能原谅自己。啊，那他现在怎么样？郑华，他已经要出院了，去看看他吧。幻平，啊，振华，你怎么来了？出院了，
怎么也不告诉我们？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出院的？苏南说的。焕平，对不起，造成你那个样子，我也有责任。不不不，你千万不要这么说，真的都是我，都是我自己的原因。振华，我不会再打扰你们的生活了。你和苏南可以好好过日子了。苏南已经在敬老院工作了。怎么了？你们分开了？啊，可以这么说，不过也不完全是这样。我们这个年纪了，在一起或不在一起，那都是形式了。孩子们能够真正幸福，那才是实实在在的。焕平，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以后我们就像朋友一样相处，我想孩子们见到我们这样也会很高兴的。振华，听到你说这些，我真的特别高兴，真的。我一定会回来看大家的。你要走吗？去哪儿？回美国。焕平，其实你完全可以留下来。振华，你的心意我领了，真的，非常谢谢。但是我真的知道，其实这儿不属于我，我该回到一个真正属于我自己的地方。我可以画画、创作。我不想再让孩子们失望了。我理解你，我尊重你的决定。不过你走之前见见孩子们吧，你毕竟是他们的母亲，不辞而别，他们会很伤心的。好。妈。妈。妈，你们都来了，为什么要走啊？来，坐坐坐坐。来，青玲，介意吗？不，阿姨。青玲，阿姨对你做了那么多的坏事，你不恨我吗？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我相信你一定有自己的苦衷。谢谢你，谢谢你这么善良，原谅我。天朗，嗯，金莲，抓住对方的手，好好的相爱一辈子。嗯，妈，你放心吧。哎呀，宝贝儿，妈。其实妈妈最担心的人是你，因为你跟妈妈的性格太像了。不过我相信，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你一定有特别特别多的感悟。看你现在变得很平和，妈妈为你骄傲。好了好了好了，时间差不多了，妈妈先走了啊。妈，那你记得要回来看我。妈，让我送送你吧。好了好了，不用了，你知道的，妈妈最不喜欢离别的感觉。阿姨，抱抱。好好的啊，好好的，好孩子。妈妈走了。妈，好了，走了，走了。妈，再见。你怎么会？走，我送你。不用不用，我自己走吧。
我知道你要去机场，这是最后一次了。不是，你怎么知道我要走啊？段振华告诉我的。你跟他之间没事了？哼，偷了那么长时间，斗来斗去，除了金钱跟丑陋的欲望，我什么都没得到，我不想斗了。真好，想明白就好。我希望以后能看见我们三五老友都健健康康的，尤其是你。在你心里，我真的比段振华重要？其实我知道，真的我知道，你对我好。这段时间如果没有你的话，我都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对不起，如果真有下辈子的话，我肯定会选你的，一定。满足了，有你这句话，我一辈子都满足了。别忘了，到了美国，跟我这个老朋友常联系。嗯，好。走吧。We were waltzing together to a dreamy melody when they called out change part。奶奶，我和天朗来看您了，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您听到这个消息一定很开心吧？以后我们俩都会常来看您的，也请您在天上保佑我们，祝福我们。到了就给我打电话。我会的。如果手术时间定了，你要马上通知我。知道了。我听雪晴说了，手术还是有一定风险的。这个雪晴，都叫她别多嘴了。我相信手术一定会成功的，所以你一定会回来。你放心吧，我向你保证，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带着我健康的心脏一起回来，回来之后陪着你，在你的身边一生一世幸福到老。你要平平安安的回来，我等你回来娶我呢。我会很快回来的。行了，练得差不多了，今天就到这儿吧。哎，好，你的。来，慢点，我来给你擦汗。现在啊，好多了。今天出这么多汗呢。哟，居大哥来了，那你们先聊会儿，我去看看别人。好。怎么样？看起来好多了。嗯，是好多了。苏南可真是你的灵丹妙药啊。哎，前天不是刚来过吗？怎么又来了？想找你杀一盘。哼，你盯上我了。谁叫我是你的一个老对手呢？好，不过我可丑话说在前面啊，今天可不许回棋。回棋的是你。走。谁让我就你这一个老对手。老段，你应该看出来了，我现在给你留了一步棋的机会，你要是抓住这个机会，那我就输了；你要抓不住这个机会，你就死定了。
你说老段，我们俩斗了这么长时间，你斗过我了吗？商场你不行，这下棋你一样不行。老居啊，你我也算是相识了大半辈子，太熟了。是，商海里你是有些手段，可是你还是杀气太重，求胜心切。别忘了，对方也会卧薪尝胆，一招毙命。在我们蓝带公司成立十周年庆典之际，我代表公司感谢穆青玲小姐为我们荣获亚洲香氛大奖的荣誉。下面有请穆青玲小姐。青玲，恭喜。谢谢。谢谢大家，在这儿，我想给大家介绍这个香水。这个获奖作品是我专门为某个人设计的。如果说我是地上的一株花，那它就是大地给予我养分；如果说我是天上的一朵云，那它就是清风，把我吹向我向往的地方。段天朗，谢谢你，谢谢你帮我完成制香的梦想。你说过我是你的救心丸，这款香水它的名字叫等你。我要为你架起一座爱的心桥。你愿意娶我吗？做梦都想娶你。下车看看，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抛锚了呀？都让你不要开这辆老爷车了，你偏不听。这辆车可是我们的大媒人，我们结婚怎么能没有他呢？好好好，那你赶快把它修好呀。要多长时间啊？我也不知道。不知道？那怎么办呀？天都快黑了，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到度假村啊？淡定，办法总会有的。老公，你确定今晚我们能到度假村吗？啊，来不及的话，我们就在这里吧。什么？啊？哦，讨厌别出心裁的洞房花烛夜。心。